窗敞开了，你音有恶曲都市左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on 啊，各位澳洲的朋友。咁咧又好高兴啦，可以再次同你哋见面咧，因为咧喺10月2号咧，我会喺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re， 同埋10月3号咧喺Melbourne 嘅 Crown Palladium 到时举行演唱会嘅。咁希望到时咧，大家可以一齐同我分享一个好愉快嘅晚上啦，一个充满 energy 充满音乐嘅晚上啦。咁希望到时大家玩得开心啲啦。要唱歌的要嗌的識隨尊便，盡量放開你們的懷抱，用一個愉快輕鬆的心情來去參加這個音樂會。到時見啦，多謝你的支持。